小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张老师要做新的视频给你们看看。张老师要复习什么东西呢？哒啦，这个是汽车，你们已经学了对不对？这个是汽车，汽车是 car， 对，汽车，你们看这个就是汽车。然后这个汽车在哪里呢？我们也是已经学了这个，哇，这个是停车场，停车场对不对？这里就是学校的停车场，这个就是老师们的汽车，汽车，这个是停车场，停车场。然后你们也是学了这个东西，昨天已经做了这个，还记得吗？这是什么？对，你们看看有红色的灯，这里平时就是绿色的灯，这里是黄色的灯，这个叫红绿灯，红绿灯，红绿灯是 traffic light， 然后红绿灯。然后呢，你们知道吗？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已经学了汽车，对不对？然后停车场，然后红绿灯，然后今天张老师要教你们左和右，你们知道吗？左和右是什么？就是这个，你们看看，左就是我们英文叫 left 是 kiri 啊 ，left kiri 左。左，你们看，然后这里就是右是单难 right， left and right， left and right， 左右呀，你们看看左右，是因为我们在路上开汽车的时候，坐汽车的时候，那个路不是一直直直的，就是可以往左边，可以往右边，这样对不对？ belok kiri， belok kanan。所以今天我们要学左和右。来，现在老师要给你们看看，怎么样？我们如果要开汽车的时候，怎么样要往左边，往右边？好，来跟着老师。哦，这个汽车，你们看看，有几个汽车？一、二。有五个汽车在这里，然后现在我们看看进去这个汽车里面好吗？来，让我打开，看这里，小朋友们看这里，钥匙在哪里呢？等一下哦，老师先找一找钥匙。哦，在这里，这个是汽车的钥匙，然后老师打开，你们看看这里，小朋友们，如果我们要开汽车，你们要小心。等一下哦，来看看这里，如果我们要往右边这里，就是如果你们要往左边或者往右边的时候，那个里面那个灯可以亮，你们看呀，如果要往右边是这样，哇，看到吗？往右边看呀，右belok kanan， 往右边，然后左呢怎么样？左，你们要这个要这样子的开，哇，你们看到吗？这个是左一度 kiri， 这样子是右是 kanan， 你要 right， 看左。右，左，右 ，left and right， kiri， kanan。现在明白了吗？呀，所以开汽车的时候要小心。如果你们要往左边，你们要打开这个灯。Wang zuo bian ya, kalau mau belok kiri harus nyalakan lampunya kiri.
Kalau mau belok kanan harus nyalakan lampu kanan, ya. Jika mau belok kanan harus nyalakan lampu kanan, ya. Jika mau belok kanan harus nyalakan lampu kanan, ya. Jika mau belok kanan harus nyalakan lampu kanan, ya. Jika mau belok kanan harus nyalakan lampu kanan, ya. Jika mau belok kanan harus nyalakan lampu kanan, ya. Jika mau belok kanan harus nyalakan lampu kanan, ya. Jika mau belok kanan就是这个张老师的左手，你们如果看到这样子呀，这是左手，左手，左伊利，右橄榄，右橄榄 ，right，left and right， 伊利橄榄，左右，左右，左右，知道了吗？呀，伊利橄榄，左右。然后今天张老师要教你们做一个作业，老师先来一下你们的作业好吗？一下子，来看看，今天我们要做这个作业，呀，你们先找一下这个作业，然后你们准备一下铅笔，然后彩色铅笔，呀。你们现在看看老师读给你们听，把左看这里，把左涂成红色，然后把右涂成蓝色。这个是左（left）， 这个是右（right）。把左涂成红色，所以你们拿一下红色的。彩色铅笔，然后把右涂成蓝色，所以你们准备一下蓝色的彩色铅笔，然后你们看看这里，你们要先写下来名字呀，在这里好吗？写名字和日期，老师给你们看，老师在那边写好吗？来跟着老师。来，你们看看，这里老师写老师的名字，然后今天是2021年4月9日，看这里，2021年4月9日，然后你们看，左是。左是什么？左是 left， 然后右是 right 呀。然后你们这里看看，这个是左还是右？这个去那边，这个去那边就是右呀。老师先写下来在这里，右。然后这里如果去那边的话是左，知道吗？呀，那边是左，那边是右，明白吗？所以如果右的话，右你们涂成蓝色，所以你们拿一下蓝色的彩色笔，然后你们涂颜色，涂变成蓝色，然后右呢？哎，对不起，左呢？左什么颜色？你们看。左要涂成红色，所以你们拿一下红色的彩色笔，然后涂颜色。这样子明白吗？张老师给你们看看这一排呀，这一排来看，这个是左还是右？去那边是左，你们看这个一样。Same， 呀，一样左，所以你们也要涂什么颜色？红色。呀，红色是左，然后蓝色是右。好，现在这个呢？这个是右还是左？右还是左？这个是，那边是右。
右，所以老师拿蓝色的彩色铅笔涂上去。好了，这样子呀，耶！这一排好了，第一排好了。如果右是蓝色，左是红色，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你们要做这个，好吗？好不好？现在明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学了左和右，左和右就是这个，左和右 ，left and right。好了，现在张老师先到这里，你们等一下要做这个，好吗？好了，张老师先到这里，小朋友们你们都很棒，谢谢大家，小朋友们再见。